然后想今天尽量不要唱太难的歌，写个四百首，一张纸大概写个十首就差不多了啦。四百首的话，可能要借我们那个 A 四纸，好不好？正反面都要写，把写了。对，把写十那四百首歌，四百首很难的，你叫我现在想出来四百首，我还真想不出来。然后所以萱萱第一首要带来什么歌？带来彩虹。哎呦，是张惠妹的彩虹。其实他有很多个彩虹啊。对，你上那个 KTV 点彩虹就有大概365首吧。开玩笑的啦，这首歌很好听耶，而且张惠妹在演唱会，她8月12号在高雄有开演唱会，对，一定会唱的一首歌曲。所以来掌声鼓励给我们的萱萱，敲开雪花。Thank you.
谢谢。没有。